交涉啊，友好交涉。来，第一个问题先试一下热个身啊。第一个问题，《奔跑吧十二》最大的高光是哪一刻？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的回忆跟瞬间标准吗？昨天，最高光时刻啊，你们觉得是哪一刻？没播怎么办？没关系，我觉得是就这个礼拜要播的那一期。没关系，我觉得可以说一点点。这个礼拜要播的，堪称动物世界。这个礼拜要播的那关键线索啊，动物世界啊，不是你，所有人都得说一个吗？还是大家整体？大家讨论出一个答案。艺术品那期，最后不是大反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双生花吗？我失忆了。大双生花，他说艺术品就是看画。哦，艺术品那个。那波呢？下期不是泥潭吗？下期泥潭吗？下期播泥潭。艺术品那个。艺术品就是泥潭呀。艺术品就是泥潭啊。那是一期，怎么回事？不是。哦，对，那一期挺好看的，那一期非常好看。这个礼拜的。我统一回答。对，我觉得那个确实挺高光的那个。那个确实。从现在这个就能证明大家记忆力都不是。真的，我也选这一期，不错。所以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吗？就是马上要播那一期，周五要播，这周五要播的啊！再次提醒大家，这周五一定要记得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这周五这一期有大家一致认可的最高光的本季最高光时刻。没错，你这直播下周的话，那下周五那个，这哪周播哪周五的高光，每周都有，对不对？好 ，OK 啊。因为你知道进直播间的人啊是滚动，我这个人啊要不停的跟他讲，哎呀，不是卧底，对，也一季也就一次，就一次，这个确实玩不了多。好，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奔跑吧下一季做什么？这个你得问，这个得问姚 PD 了。那你们有没有你们的想法？我先问完你们再去问姚 PD。你们说了算吗？你们说了不一定算，但是可以先说。是特别季吗？对，我们要填这个许愿卡。是特别季吗？下一季我们要做，就是你们想做什么？旅游主题，可以，可以吗？其实我们也没什么，我们也差不多算怎么旅游，就纯旅游，就是走出国门，环游世界。对，你指的纯旅游就是摄像机都关掉不录了那种。世界旅游那也不行，那还是得记录一下。美食主题，什么打打呼噜什么的，美食主题，打呼可以啊，可以啊。美食主题啊，睡觉主题吧，怎么样？确实哈，做一个什么主题？什么主题？啊，说美食你还不敢写？美食不是，你同意了吗？大家同意了吗？可以啊。那还是旅游更好一点。到底旅游美食就是旅游美食，环游世界，环游世界应该算旅游对不对？嗯。其实我们其实特别记做的也是旅游美食，不用非得正式。无游戏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旅游美食无游戏这么摆烂了吗？无卧底，旅游美食无卧底，无卧底，无特殊规则，无特殊规则，无反转，无反转，无特殊技能，直接来一无导演不完了吗？好，无导演，自己拍我们，无导演是吧？那个姓吴的那位导演出来一下啊，吴导演，吴导演，无二倍速剪辑，其实就是旅游主题，旅游美食吧。好，给大家看一下吧，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旅游美食，旅游美食啊。好，来我们第三个问题，跑男团，兄弟团，兄弟团吧啊。好，你一边写我一边问啊。好，奔跑吧下一季一定要去录制的城市，一定要去一个城市的话，或者多个，你们讨论一个答案出来。去哪儿？哪儿没去过？就都去过了是不是？哪儿没去过啊？我听你们的吧，我没有什么意。好大的口气！不是，主要是咱本来不是太多，咱本来不是要去内蒙吗？咱对啊，去的地方太多呀。怎么又来了一张啊？对，我们这个要写一下，心愿卡要写一下啊。去看极光，这两个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那或者这样，我们先问后面的问题，这个城市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最后再来问，哎，好不好？真的是哎，我没看过极光，我也没看过极光。好了，马上答案就出来了，呼之欲出的答案啊。哪里看极光？好，请问要看极光是哪个城市可以看得到？冰岛。冰岛啊，那不是冰岛是一个国家啊，城市。咱国家能看到吗？好，新疆。再往上点。咱们哪能看到？不知道哎，那没关系，你就先写冰岛，不一定是城市，反正能看到极光的地方嘛。冰岛好，冰岛可以，冰岛可以。真想去看极光。好，来再下一个问题，
最喜欢奔跑吧哪一个游戏？我来心愿卡，你字好可爱哦。又我喜欢猜歌游戏。来，这样啊？怎么还有心愿？就这个什么游戏？还有练字儿的，我跟你。我们下一季一定要保留，那太撕名牌吗？那不还是？不是指压板吗？能不能？谁说的？泥潭吧。指压板撕名牌，能不能就是？泥潭指压板撕名牌怎么样？你好狠的心，泥潭泥潭谈意思，泥潭指压板，在泥潭里面铺满指压板，并且张真源，我跟你们统计一下，空中泥潭指压板加弹椅，这样吧，咱们直接飞椅飞泥潭里试试，有这种飞椅飞泥潭里，完底下铺的是指压板，行，然后起来撕名牌，让他起来，可以，全家福 ，OK， 全家福，直接，全家福就是飞椅。泥潭指压板，所以那你应该把第一个那个下一季做什么改成铁人石像，对不对？飞如果这么玩的话，是铁人来了。其实飞椅飞泥潭真的是那个直播间的宝贝们，他们有可能现在睡着了。他们现在所说的话哦，我们也可以退休，是真心的。好，来我们一边填写，一边问下一个问题啊。这套铁人来了也疼啊。如果奔跑吧家族一起合唱一首歌。适合唱哪一首？嗯，合唱一首歌。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我们本来有个，咱不是有主题曲吗？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想说的，其实想唱的是新歌。新歌，那就下一首。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其实大家提议下一首吧。对，是哪个？说的有点多那天。咱可以来个新的。然后我们想唱一首新歌。就这首歌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对，但我们有这个愿望，想一起创作。对对对。这首歌等着雨琦写呢。可以，这边要写词儿，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写合唱一首新的主题曲。一块写吧，可不可以？好，来，我们在雨琦写这个答案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直播呢是由 Z 世界、新浪微博、腾讯、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直播。在 Z 世界直播开启惊喜福利，奔跑吧部落呢将送上跑男的限定文创，大家看清楚啊，限定文创啊。点击 Z 世界直播左下角参与评论互动，在小助手的帖子下面留言，每第一千个评论是每第一千个评论，评论用户呢将会获得我们的文创福利啊！各位在 Z 世界直播，我们有惊喜福利。然后现在我们的就是直播观看人数已经破了150万啊，离1500万也快了，好不好？来。OK， 我们写完这个答案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其实真的，他们要能大家拿到这个卡，我觉得这卡真的很，这个卡是今天的主题，挺有纪念意义，贵卡。今天是奔跑吧小卡，我们节目已经沦落到卖小卡了。跑吧小卡。这种周边是现在，反正我们现在做的是饥饿营销，暂时还不售卖。总有一天，当我们节目的收视率不好的时候，一定会卖给大家。我们现在是只送不卖啊，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世界直播，然后转发出去。这是我们的兜底技巧，我们对我们最后的一步，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发售。你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营销小天才啊！来，下一个问题，奔跑吧最应该舍弃的一个游戏是什么 ？LPT 讲规则。他走了吗？来来来来来，他走了吗？每次念完，他还没走啊，赶紧回来。舍弃的一个规则，一个游戏，一个游戏。但是你们也可以，莫名其妙，你们也可以把它变成规则或者环节。取消卧底，取消莫名其妙的不玩不玩。干杯干杯。什么取消的一个游戏？减少点卧底就行了。减少神秘人。舍弃卧底，舍弃卧底，舍弃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则，舍弃一些无中生有的卧底，一些突然出现的规则，舍弃什么？我觉得还是具体的好一点，因为不具体的话等于是没写，对不对？会被钻空子。我应该舍弃，比如说卧底可以传染这种规则，可以。对吧？我同意。就卧底就是卧底，但卧底不能传，不带传染的，就是你。但我还觉得卧底传染挺好玩的。你是当过卧底？对，卧底老是我成功传染了所有人。卧底老传染，就感觉把这个局面弄。好，写吧写吧。有人受害者，有人乐在其中啊。下一个。就是好人的赢的几率就难了。好，是吧？来下一个。人多了嘛。下一个啊，如果你因为奔跑吧出现在热搜榜上，你希望话题词是什么？怒斯欺人。
怒死七人，怒死七人，野心有多大？怒死七人，你听听这个，那包括你自己吗？我以为你说了一个什么成语是我没听过的，结果是怒死七人。你把七个人都死了，你还挺怒。他就瞟了一眼兄弟团，不对呀，你还挺怒。怒死七人，对呀、啊。八一共八个哦，对，怒死我怒死楼人我，怒死楼人，七人，这是九条命是不？哦，这直播，这直播吗？对不起，对不起，来不及喽，完了，好，就是这个吗？然后呢，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还是我们也统一给一个？统一给一个，每个人都是怒死七人，可以，每个人都是怒死七人，还不错，还不错，看见我们团不团结？所以你们一共撕了49个人，是不是？团结啊，怒死七人。很好，好团结啊！来下一题，下一题啊！奔跑吧家族，如果一起出去旅行，你们想去哪儿？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想怎么玩？来，心愿卡，这不成那俩答案合起来吗？我这有了，你不用拿。好，那就是冰岛，上冰岛，想怎么冰岛美食，冰岛美食，看极光，这不是对啊？极光，学会抢答了。去冰岛旅游美食，然后玩全家。当时去的是哪来的？那个叫新西兰，我觉得新西兰其实很适合大家去，就是那种。它是就是可以畅快的奔跑，专门旅游的那种地方。然后呢，它又有什么什么去，跳伞啊、蹦极啊什么的那种，这么刺激吗？跳伞，那跳伞特别好玩。对啊，但是大家我就帮大家去拍照，让大家就玩一玩嘛。我也帮大家拍照。拍照了，跳伞最喜欢这种极限的，我不喜欢。去哪儿？那就你们定，你们定。新西兰。去新西兰。匈牙利已经完成了，咱们就不用去了。好。跳伞、蹦极和飞椅、指甲板哪个更好玩一点？什么？那个飞椅真的不是一般的飞椅，那个飞椅就是两个人从飞机上飞，那个是在峡谷上，还能活，那个是在峡谷上，两个人就像坐秋千一样，然后他那个他那个蹦极也不像蹦极，你不是自主的，你是人就是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我们弹出去的，就那种飞出去的那种。我帮你们拍照，我帮你们拍。好了，凯哥已经默默拿起了，请进我枪了。啊，你玩的是。我得热热身。凯哥又热身了。现在他知道热身。凯哥，好了，我们看下一题啊。如果你是豆瓣用户，你觉得《奔跑吧12》能打几分？哎，我的妈呀！我觉得程程哥来。现在问题看程程回答。对呀，我们派代表是吧？代表，对对对。没有统一答案就统一代表啊。来，程程。毕竟豆瓣都是文化人嘛，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在这个节目上吸取到特别多的那种吧。但是我觉得肯定就是起码在我们这个节目，起码是在好好说中一说，10分是满分啊，我觉得起码有个8分。8分，理由在豆瓣上8分，我觉得已经很高了。哎，那是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哦，今天这么啊，这很棒，对吧？情绪价值拉满，情绪价值拉满，我们对吧？就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情绪的。对，光看你们怒斯七人就已经够了，对啊，对不对？好，奔跑吧，最后一站将去到国外录制，请商量好三个必备家族团照的姿势。啊，天哪，姿势，匈牙利什么特别团照到那儿再说，到那儿再说。我们现场要示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先稍微的商量一个，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示范一下，结合到了那个地方再拍，然后我们做一个对比，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那我们现在先打开脑洞想象一下嘛，要有点创意，高难度，哎呦我的天，还要有独特性、唯一性。哎，这可以，高雅那种，高雅的叠罗汉，举杯，高雅叠罗汉，有那种。什么手伸起来的那种？哇，编个心，哇，好有哇！你这么一说，确实哥上年纪了。好，哇，要不先来比划一下？就是他能上网的极限了。就是这个是吗？没有，就我觉得不是，就是那种高雅的那种动作，出一个来，迷离的眼神，啊，迷离。那个吧，咱们哪个？那个上回就是那个互相互撕名牌的那个。哦，背影照可以来一个，背影照，然后可以来一个，就是那种没有。哎，我们今天有一个，就是捏脖子的那个。捏脖子哦，我们互相按摩，互相掐脖子，互相按摩。来，我们做一个样子啊。那我这个没事，你敲他，你那你敲我，来，那到时候可以围一个圈，对，要围一个圈，是。好，我们把这个记录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到了最后一站录制的时候，会再来做一个对比，看看到时候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就是我们这样可以转一个圈，就每个另外一个差不多。所以那也公平的，因为凯哥有筋膜枪了嘛，不用别人给他捏。
好，伤心。好，来下一个啊！最后我们对着镜头来给即将高考的学子送一句祝福，高考，好不好？高考了，哇，好快！希望大家顺利上岸，金榜题名，心想事成，考出好成绩，保持好状态，发挥自己的水平，放松好心态，再创辉煌，实现自己的理想，别熬夜，熬夜。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请大家一起用12个字来安利本季奔跑吧，然后一起喊出来，12个字啊，12个字，这是个数学题，我感觉。海哥先，12个字啊，咱就一人一起，一人两字儿，四六八，一人俩字，靠默契蹦出一句，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人两个字，这不得16个字？就有人赢一个呗，研究一下，12个字，对，凯哥来，然后回来，咱们再到白鹿就完了吗？哦，一人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不就完了吗？这样行不行？哦，可以，什么意思？或者说大家一起说12个字，然后商量好了之后，大家一起喊出来的时候，不咱俩还，我还得造句，跟商量12个字就好了。商量12，好喝更有意义，喜羊木兮好看。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12个字，对啊。好喝更有意，一起安慕希好看。那你还不如欧耶呢？欧耶可以啊，能把奔跑吧再加进去。那就好看吧，一起安慕希跑男。奔跑吧兄弟，永远在一起。奔跑吧兄弟，一起安慕希欧耶。哎，可以。奔跑吧，12个字，一起安慕希。奔跑吧兄弟，一起安慕希欧耶。加油。啊，多了吗？撕拉。什么？撕拉。上回那个。那个梗还没有播，没事，来。哎呀，奔跑是欧耶还是什么？加油！奔跑吧，加油！来，什么跑吧？咱们把捋，一起安慕希，加油！啊，可以，确定了啊！来，3、2、1，奔跑吧，兄弟，一起安慕。我来吧，去吧，陈晨，告诉他们什么叫跑男。你要是没超过18秒，就给你送乌尔善导演那特训一下，但也拍不上封神啊，就特训，只接受特训，只接受特训。哎呦，哦，小心！碰到了，累死我了，厉害，31秒50，可以 ，breaking， 你还是回时代少年团吧，你不用去乌尔善导演那儿了，30秒超越不了了，这肯定超越不了，来，质子凡上。反弹打了，反弹这个成绩7秒，这是我的最好的成绩。打嗝。哎呦我去！20秒了，我觉得应该有。坚持时间27秒56。哟，厉害！质子就是不一样哦。厉害！接下来是我们5人组第一轮，请听题，请说出对节目组吐槽的意见。他赢！我们先从张若楠开始。这怎么说呢？大热天的在这儿坐着，
姚一天粉丝太多，这个有点。你这是吐槽吗？看得出来，你还想十三季还来呀、啊，哥？生存欲很强。正确，正确。那这样玩的话，我也知道怎么说。开工有时候太早。姚 PD 太帅了，有点你这影响到我的发展。正确，正确。影响到他的发展，过分。道具差，这直接喷整个部门。继续，服装差，设置差，环节差 ，PD 差，还有什么？摸着良心说正确。下次不给做尾巴，让光上。还可以说，还要说什么？你别给我们说完了。哇！撕下来，撕下来了，撕下来了，撕下来了。常胜先被淘汰的，范丞丞二。你们最想送给凯哥或者是真源的生日礼物是什么？送凯哥一个好戏。哇塞！哟，张导，这个路子是吧？好，送张真源一场演唱会。真源一首写的歌，送凯哥一张你的签名，凯哥说我才不要呢。送凯哥一个大大的吻，哎呦，哎呀我的天，那他可以拒绝，可以拒绝。我再说说，那送凯哥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好可以，送张真源上热搜。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不像好词儿，送可褒可贬。好吓人啊！凯哥，那咱俩撕吗？咱俩撕什么？咱俩是好人。万一他有时候有坏人呢？啊，可以撕，可以撕。不是你们几个没有坏人，张汝南醒醒！我们四个里面没有坏人。撕吧，随便撕吧，不要犹豫了，不要 care 了。他们俩都可以撕是吧？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不、哦，宋琦二。哎呀妈呀，你这手势不像第一次撕名牌啊。我吗？啊。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我已经想到六个了。你有很多，就他们的时代少年团，马嘉祺、张学友、彭于晏、丁程鑫、汤姆克鲁斯，必须请。沈月、宋亚轩。那不一定，宋海轩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吧？啊，宋海轩应该来不了，他在别的节目上吧？能来得了啊，也人有人在那边。刘耀文、刘德华、白敬亭、严浩翔，哎，真不一定哦。真不一定哦，他确实他在别台呢，那个不行，我觉得回答错误了。可以，张真源 out。姚导威武，请说出带花的歌词。那什么花花世界多么迷人，什么乱七那个歌我也不是要听你唱，要不然怎么？请你来干嘛？啊，花花世界来。我不会唱《花花世界》，当当当，我真不有那个，真的有那个歌。好，正确。花花世界，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觉得直接宣布郑恺赢得了，中华小曲库在这儿呢。哎，什么？回忆纯白的茉莉花。蓝莲花，对，你给我讲一个。栀子花，栀子花，栀子花，看一下看。女人花，正确。飘逸在。
张若楠 out， 想不起来，我还赢。好，这一局胜出的是凯哥。好，接下来是五人的第二次，请准备，请说出姓周的歌手。周杰伦、周深、周华健、周润发。等等一下，歌手啊，周笔畅、周星星、周杰琼、Johnny J。 谁 out？ Johnny J 没听过 out Johnny J Johnny J 快点 Johnny， 那我再说一个，周彦辰、周彦辰、周星驰，盖啊，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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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若楠，快凯哥，快小心看车车。凯哥，凯哥不方便动。凯哥，啊不是，对对，你别让他死。我像王八，王八翻壳了。为什么都要撕我呀？凯哥腰不好撕。也可以，拿我的分，拿去。也可以，你把他撕了，所以总分我第一，我来验人。那其实我们都无所谓，我们随便撕就行了。哎、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有张你这就够了，有点帅，有点帅了。真人可以啊，半场胜二，请说出一种重庆的美食。小面、担担面、沙茶、火锅儿、怪豆、冰豆花、烧白。哎呦喂，烧白是啥？热豆花。这个不行，这冰豆花跟热豆花是一种东西，我觉得都算豆花。正确。姚一天，你不要因为得罪不了时代少年团的粉丝你就这样。你现在没有下线了。来，雨琦，温豆花，你来一温豆花，我看他过不过。冷冻豆花。妈呀！哎呦，我又开始了。等会儿先扶您起来。你这还撕呢？你们要不结束他的痛苦呗？没事，来啊，平撕来。我跟若楠撕吧。别，别撕了。凯哥腰不好，撕凯哥。哥给你撕了啊。厉害，那你让你休息，让你休息，让你休息。卫生间里有什么？来来来，卫生间里有什么？马桶。小便池。洁厕球。洗手液。洗脚液。我在说洗脚液。我再说过，我就不，我拼了，我就。洗脚液是什么？张真源，可以不？其实有一种情况是有。宋琦 out， 张若楠高手啊，可以可以，学会了吧？其实是这个意思。你看他已经跃跃欲试了。他每次来都没死，要不你俩撕一下吧？可以啊，来来来来来，真来呀、啊！你俩来一把，导演，我们送一段表演给你。我看陈真也在旁边鼓了半天了。来吧，弟弟，来吧。张真源，把师傅教你的那几招都给我用上。跳撕，这拳击还是撕名牌啊？什么呀？打起来，打起来！找时机啊！抓手，抓手，抓手！抄手，抄手！跳跳！哇！跳跳！哇！哇！有帅到！哇，真的帅！差一点点，表演也摸到零点一秒。这一段剪掉，不要播，谢谢。这段放在预告片啊。确定吗？对呀。
就这么有信心，这就是跑男的精神。跑男的精神，一提五罐，现在罐有点太少了。现在是现在还230多个呢吗？不够拔的，不够治病的啊。嗯呐，大病啊，都是那都大病，每个人都得600罐起。眉毛肉应该是给我准备的吧？眉毛肉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眉毛肉。眉毛肉是没有毛的肉。这个肥肠节，泡儿鱼，泡儿鱼好吃。毛肚是精髓。腰片。哎，我忍不住了。我也忍不住了。来吧。来啦！请大家先来决定第一组出战的五个人。我会猜。那你先猜。可以啊。那你们五个呗。可以啊。我们四个。可以啊。这要了命了，这是。这么狰狞啊，都好像啊，这太像了。你们最重要的是看眼神，请看第一题。哎，这可以，这可以啊，这个行。请白鹿转身。四号。哇，厉害厉害，绝了！我知道这是我。为啥呢？你咋知道？预感。我们第一题就当测试。什么？不说啥？没这么玩的啊，都饿坏了。你先去。明确规则了啊，大家。那刚很早就明白了。你就是想省份菜。不要拖了。请看第一题。哎呀！什么？这也太难了，你看看晨哥吧，晨哥那像的。你要看一个动作，你要看精髓部分，精髓。溜。点菜了，还让他们吃。行，一块儿吃，重庆人来点。对，来一份毛肚吧，可以吗？好的。接下来，请看第二题。这个我也可以猜猜啊，这个行，这个好搞，这个很传神，看我。确实像，确实像。这也太难看了。16。哎，你怎么没鼓掌啊？你干嘛呢？今天了，我们赢了，你们没有掌声吗？对啊。为什么是16？聪明，我聪明。这是范神，是比较传神啊！我真的学得很传神，我的嘴都是三角形。菜没点呢，菜，来个鸭血行吗？鸭血，我要吃腰片。啊，腰片，他猜的，下一个你点啊！我点，下一个你点，好像我们能赢一样，说的肯定可以。好吗？出题吧，来吧，来，太简单了，他让我们赢定。这个要猜不出来。来，快坐，来。哎呀妈呀，这能看吗？这不，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原因重现。与其点了鲜鸭血，来拿着菜单就放我。放着，我觉得还能点。啊，这个行，这个可以啊，这个。你们四个怎么表情都不一样啊？郑哥，我服了。露牙，斜的。眼神。哎！厉害。来点菜，哥。哥，来个五彩虾滑怎么样？五彩虾滑。来个黄喉片怎么样？没有人爱吃肉吗？我点全是这个内脏的。
水滑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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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火吧！急啥呀？饿了。火得咕嘟会儿，你看开始了。对对对，把这火先烧上。哦，这个好弄，这个好弄，这好弄，这个简单。集体哈，是不是这个？是吧？来来来，三二一，看嘴呀！啊，谢谢。太简单了，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厉害吧？确实。摇到慌了，这确实是你们的强项，因为大家都是演员嘛，所以确实又是我们的强项了。对呀、啊，来个双椒牛肉。你不明白，双椒牛肉才是我们的强项。今天就给你上堂表演课，来，张薇，张飞，张。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张薇。好烦啊，这个人。啊，这个就是应该冲这个方向，是不是？对。来，准备。等一下，九九啊啊！咱们得是冲这边，对，角度反了，是这边。来份贡菜吧，来份贡菜，没事，来份贡菜呗。来，请看下一题。这个简单，太简单了，这太简单了。腿哥一模一样。回答正确。你们就没有人点出脑花吗？不会吃点啥脑花？你随便，你想吃就吃，吃二吃脑花吧，脑花。来，不就是他吧？是不是？很有默契感吗，朋友们？有细节吧，对，非常厉害。看到我们的细节了吗？看到了，集体这啊的角度，是不是？点一个肥肠节子，行吧，行。这有点难度。晨哥，你正视一下，你别提醒，这样我就算犯规啊。哎，是这个吗？哎，是这个吗？不是。什么的？是这个？不是。是这个？不是啊啊！怎么耍无赖了？感觉等会儿，是的，这个数字啊，再给你们看一下吧，你们刚刚看到的数字。什么叫再看一下？给我打开！还能现写你？来不及，我告诉你，不要翻开，把你老婆叫过来了啊！现写啊！看一下，都扣出来了。三，四个零三，三，十三。你们提醒了不算，没有提醒，晨哥提醒了，一直在说不算，这真不算。不是我摸了一下我的头上有没有？这轮不算，就手不能动，好吧？对，就是、你不能提醒，因为不能提醒，不能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好好，来，可以可以，这看对了。看白鹿啥呀？四个表情，真的太不像了。是这个吗？不对，不对。哎呀，贡菜一盘，我就想吃这个。凯哥，你真人说法一下。所以这一组回答正确八题，答错两题，送上你们刚才选择的菜品。接下来轮到第二组成员出战。加油！接下来轮到第二组成员出战。加油！哎呀，你们派一个人，别造上了。派了，山哥。山哥来吧，你别吃。别，咱们那什么，咱们那个石头剪刀布吧，好吧？来，石头剪刀布。啊！谁输了谁去。石头剪刀布。你说你费这么大劲干啥？来人啊！笑死！哎呀，改了。那一组演员比那一版内敛一些，感觉啊，比那一组演员走心走心。这组有咱俩，请出题。来，好了，那边啊，那边。你俩凯哥跟沙姐，你俩为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哎，这挺累，三哥还看不出来，这个吧。眼睛回答错误，四号就是四号。你乐啥呀，哥？那不是乐的吗？那哪儿乐了？哪儿乐了呀？这都快哭了的，这都后面就不要看沙哥了吗？沙哥这样，给沙哥单另一桌去那边，单另一桌去那边。
不是很够啊。是不是一队只能吃自己那五道菜啊？我觉得也是，你们先多拍会儿。咱们要不立马分开。怎么还烫我们的锅呢？我们哪有你我之分？立马分开。哇，这个难。走心了，这个太走心了。咋的了？这嘴都不知道放哪。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四个人一回头，这个吧，你别看沙哥就行了，全是戏呀、啊！这你来一个吧，黄毛吧。哎，请看下一题。啊，这个我会来。这好简单、啊，我看出来了，必是他。耶，咱来个滑什么滑肉片吧？滑肉有了，有了滑肉片。别，有的没了，吃完了。咱还是自己点吧。这是啥？这冰吗？吃完了。腰片，大刀腰片。腰片咱自己点一个。太过分了，有的菜已经没了，再来个腰片吧。腰片，来个腰片。请看下一题。哎呦，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我呢。作弊！我没说话啊！你用眼睛说话了。我说，这是什么？可是眼睛不就是用来说话的吗？他的眼睛怎么能说出三这个字、啊？怎么玩笑、啊？怎么拐的？对不对？点菜了吗？刚才不是说耗儿鱼吗？你们不吃？耗儿鱼吧，是你想。谁说这仨？你没吃过重庆火锅，你不知道是耗儿鱼吗？耗儿鱼。请看题。啊，这个行啊。不是我。你们怎么每个人演的不同版本呢？建议你看一下张真源，其他人就不要考虑了。这个对呀、啊，对吧？对呀、啊，对啥？你老沙，你演的完全是自己好吗？脖子，你看脖子，点个啥吧？点吧。你看看呀，来个菌干吧。啊，这鲜鸭血确实鲜哈。哎，鸭血没了，咱要不改鸭血吧？鸭血也行，鸭血。范丞丞不光吃光了所有的菜，还污染了我们的锅。杀！这个还行，这个还行。这个长得挺膈人，那个来了。这个吧，哎啊！再想一下，眼神，我这眼神往这边都给到那儿了，我都僵了。这个呀，完了，来这个，双胞胎，确实也是那么帅。17，啊，我就没看着这个脸。对，说实话，我也是刚看到这张脸，我就没有觉得这儿有个脸。脸上这个颜色也不好模仿，确实。好吃不？好吃。好吃。三哥明明很多人在吃。对。啊，这好，这个好，这个好。抿。你们这嘴有往上抿的，有往下抿的。对。这还不容易啊，确实演得好，被老前辈点评了哈。兄弟们，来想吃什么？我毛肚没了，反正是。那来一份。毛肚没了吗？来一份。那就来一份吧，毛肚来一份。这三哥把菜每一道都想好了啊。那都刚才我上马点都是我想吃，那可不都吃没了吗？上马点一了也是我想。哦，这个简单，这个太简单了。我知道了。看眼神啊。看眼神儿，
这个，哎，对对，哎，怎么样？怎么样？演得好，点菜快点，点吧。你们先算你们账，我先吃点。哎，我们结束了吗？我还没猜，他还没猜呢。还有一个人呢，哥，回来，还有呢。我把着急，真着急。哎，点菜了吗？点个啥？有没有鲜牛肉？没有，只有双江牛肉。菜这么单一，这串串香看着，那就串串香呗。哎，好可爱。哎，好，行，来，还行。哎，我太恶心了。角度对吗？七。哎，我想要份鸡爪，可以吗？你点啥玩意儿啊？你都吃半天了啊！行，鸡爪吧，点的鸡爪。鸡爪。最后一题，请看题。这个简单。都挺像。这个。对。哎呀。那点的把菜点了哇？点到贡菜。点到贡。想吃贡菜了是吗？点个梅花肉。来个眉毛肉吧，我回去。哎呀妈呀，这饭场上给我们这造的，我这感觉埋汰你，我这感觉我好像上人别人锅里捡菜。各位成员，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新昌唐诗之路博物馆，它是为了集中展现新昌的诗词文化而建。这里也是我们今天任务环节中金银台的所在地。描述这一部分的72个诗词字块已经出现在了台子上，这也是你们今天获得字块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一次的有缘人是一组人，两个。接下来的这项任务也将决定谁在指认有缘人的过程中拥有额外的票数，请来领取任务卡。我来。我们最后一个任务是蒙眼撕名牌。什么？蒙眼。每组派出一位成员在场地中蒙眼就位，通过声音判断其他成员的位置，并撕掉他人的名牌。这么多人，被撕掉名牌的成员淘汰离场，越晚淘汰得分越高。混战撕名牌，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哦，第一个被淘汰的成员不得分，留到最后的一位可以得10分。那我们第一轮先由男生组进行，女生可以在旁边休息，同时品尝焕新升级的 MC 原味酸奶。今年 MC 焕新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用更健康、更美味、更有品质的酸奶回馈消费者。现在就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狗子，三二一之后，大象鼻子转五圈。啊？哦，还得转，还得转。我天哪！请准备，开始。一、二、三。挺晕的，这样。四、五。哎呦！哇！绝了！就是跟小兔崽似的。就不能往地上躺，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对。
哎，他跑得好快呀、挺吓人的，我的妈！哎，你们是可以说话的，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哎呦！就是哪里有声音，然后就去，哎，就来了。啊，你好适合演这个。太可怕！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抓到了，完了！谁？我陈哥，摸到了200斤的黑手，救命啊！救命啊！他俩结盟了，不会吧？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不是，黑牛。他们在哪儿啊？对暗号了啊！自己踩到了。反杀！
周深，还有一个你的盟友。谢谢，请握手，请握手。不要，不要。你这，你这，先生，你好像还蛮精神病。你可以失态，但是不要变态，好吗？轮到女生组，哇，太吓人了！加油！我太害怕了，看你们注意安全啊！尤其你伟丽姐要来了，咱们就该给就给。朋友们，我们可以平和一点吗？伟丽姐，你在哪儿？一定要吱一声。好的，我直接送给你。真的，谁敢跟伟丽拼？一十字固。然后静悄悄的给你撕掉，太可怕了！请准备。伟丽姐，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太害怕了，我想离她远点。大象鼻子转五圈，开始。怎么是大象鼻子？三、四、五。哎，怎么这么统一？怎么全都贵妃醉酒了呢？突然，怎么不下手啊？哎呀妈，吓死我了！嘴呀嘴呀，你是哪一位？我。你是谁？来威力去！到了，到了。小心后面！你看，差点把你给弄了！哇，吓死了！谁谁？还给我！黄奕！啊，黄奕，黄奕你好！啊，这就上手了！伟丽姐，又是伟丽姐，又是伟丽姐！哎呀，什么意思？哎呀，我不好意思撕啊！伟丽，伟丽，你放过依依吧，放过。妹妹啊，我放过你不？要不你撕了我吧，姐姐。喂喂喂！喂哦！Choke with that hand.
以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你能跟美丽姐缠斗一分钟，在 UFC 都少见。白露，你撕错了，让你偷袭的是伟力。哎，你们现在过去偷袭，现在过去偷袭。偷袭谁呀？偷袭伟力。偷袭伟力。伟力在哪里呀？在你正前方。正前方。快去快去，他们地面缠斗。黄奕 out。啊？我的天哪！没事，你以后的名号是跟伟力纠缠了一分钟。伟力姐，你往前摸吧。都要小心！哎，谁？伟力姐，又是伟力姐，又是伟力姐，又是我。伟力姐，我都伟力姐，我好像摸着你两倍。伟力姐，伟力姐。摸不到他后头。哇塞，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你来，你还敢来，伟力姐想？别跑了，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反应快了，都是最后，你一碰他都马上消失。拎起来，拎起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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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你 out 了吗？我退了，你们 out 了，四个人，我 out 了，啊，吓死我了！依依，你还在吗？依依，哎，依依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依依，依依，你伸个手，但凡愿意往前伸个手，依依，伸手。咱得有点跑男的意义，咱来一趟跑男，起码展示一下吧。妹妹，妹妹姐姐，跑不掉，发力了。孟子义，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上吧，妹妹姐，四，上，上，就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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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白鹿，等你走以后，白鹿，你以后叫白美丽。白美丽，往哪儿走？正前方。正前方，齐步走，向右转，向右转，步走，一走二一，碰，哎，来吧，来吧。白美丽，你俩撕吧！来了，白美丽！突然叫出了尖叫鸡的声音 ，UFC 的感觉。白美丽，来吧，不用谦让，最后一下了。进攻，进攻，进攻！摔跤了！哦哦哦！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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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不要松！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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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不要松！进攻！进攻！进攻！不要拖！那最终排名第一的是白鹿周深组。太棒了！然后，所以在接下来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可以额外获得一张票。我都没有想到，真正的白鹿会赢在撕名牌这一局。你感觉是不是穿鞋走不动？能走动啊？是吗？哇哇，爽吗？这感觉？哇！我的妈呀，这儿好深啊！哇！还没开始，这么快就泥潭大战了？来吧，来吧，来吧！你就对付那个人参娃娃，我对付橙子，我对付沙哥，我必杀他。等一会儿，先会为大家播放音乐，跟着音乐在泥潭中跳舞，请出歌。有个麦人呢，在我后边干啥来了？干什么来？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哥，哥，你要这样的话，上，现在是跳舞时间啊！啊，还没有上去呢。真蛮力，没有智商。OK， 我知道怎么玩这游戏。OK， 开始吧，真正的开始赛，咱是该试吧，试一把。我别别什么？什么意思？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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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了。什么意思？你再说一个。王强，这是玩真的还是试？认真的。好，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这一轮大家的拍照情况太丑了，
周星为什么要吐舌头啊？因为我要掉下去了。给后期给我修修图行吗？孙珍妮没露出来啊？对，孙珍妮怎么不算？五官没有露全，得把五官露出来是吧？五官。周深的一只脚已经离地了，所以也算你在台子上。不是，他的脚碰不到地，他不够长，不够长。这不够长就优势怎么了？这一轮你们抽到的幸运星分别是谁？耶，是我有跟范丞丞。所以这一局胜出的是晨哥、白鹿、baby、大勋和周深，你们都站在了台子上，且五官都被成功拍到。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不是你，你们能给我俩端弄一 cut？ 你看他在那干啥？这是坏老头。请两队抽取幸运星，来抽一个。我抽一个，我抽一个。抽。我们就都尽力吧，就不说了啊。好，就啊，你刚才做的非常好啊。对啊，咱们整体战术就是成功了。但我得赌，我也不知道谁是谁。你不用赌，你只要能把他弄下去就行，因为他上来还得推别人。对，或者是，但这次我不一定一个人能糊弄过他了。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已经来了，绝对的泥鳅。他现在已经开始暴走了。啊。他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他把自己裹成了叫花鸡。来吧，再跳是爱情如烈火，心在手狂的人是我。滑倒在脚，哎哎哎，摔跤了是吧？摔跤了是吧？你们不要再摔跤！谁来？看镜头，看镜头。脸上就紧致了吗？我现在全身都很紧。我现在很紧致。我现在头发后面，我头最紧，头皮有点紧。看我这一块，我这是硬一块死泥。程程，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给你头发好好抓抓。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大家的拍照情况。哎，我还在。我在吗？你在下面。
我算吗？只有 baby 吗？只有我。只有 baby 站在了台子上，且露出了五官。哇！哇塞 ，baby 姐，你细看我都没找着她在哪。我也没找着我在哪，但是我在。好有史诗感啊！为什么？所以 baby 是幸运星吗？是。恭喜蓝队得了两分。哇！你是啊？我是啊。你不是吗？我不是。接下来进行第三轮，你抽吧，孙珍妮，请抽取幸运星，抽签去。哎，你来这床上真舒服，你泡吧。这不是两个沙雕吗？不行不行，我这哦哦，哇，这都湿了后面。啊，我还是不说了啊，自己随意发挥啊，大家。好。好。小李老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舞蹈啊，大家恢复一下记忆。投篮那个吗？对。那我们要好好跳，请出歌。忘了，我忘了，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也忘了。他这个好吗？再来十轮，再来十轮。你今天不胖死不行，行，给我胖富了为止。我不要人参了，求求你们，我不要人参了，我自己去种。我再也不劳而不劳而获了。不是，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沉？因为你已经没有头发。这都是你。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结果。哎，我五官还在。我在，我在。感觉范丞丞只有个头哎。你看我。但是我要说我蒙住陈哥的嘴，最后他用舌头舔开。你太拼了。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大勋、施博宇、周深、沙哥在台子上且露出了五官。baby 在台子上吗？我最后是跳起来的，我抓着我前面的人。悬空的，对。baby 五官露出，我呢？你根本就没在台子上，我这样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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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他背后。没有没有，这个高度显然不对。怎么我是？你看我有人多使劲揪我的头发，那高度能对吗？谁揪你头发了？那个手是谁的？黑手，幕后黑手。那只手感觉很诡异啊。目前为止，蓝队暂时领先。还有几局，还有几局啊！再有几局可能就看不见我们了。还有一些局，还有一些局。请大家抽取幸运星。不是，现在我都分不出粉队和蓝队了，我就把谁都往下推。现在分不出粉队和蓝队了，我就把谁都往下推。现在，走开！你干嘛去？你去那边。我以为你们看不出来我。你得从下面潜过来。怎么就手气这么好？走开，走开！哎，啊，走开！哦，
你刚试的炼丹炉里刚出来吧？我那我要改变一下战术，我们现在尽量把人往下拉。对，你把他们拉下去。那你得这么干。可以啊。那我们拉。请出歌。请出歌。喂喂喂喂喂，白鹿怎么过来的？你往哪溜达呀？你溜达啥？干嘛追着我？不绕圈圈的，绝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中间这个。白鹿，绝对不是中间这个。哎呀，腿差点没给掰折了！哎呀，就是我向往的跑男吗？很有意思啊。你刚刚干啥了呀？你刚刚干啥了？我这有没有人拍上？你刚刚干啥来着？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结果。啊，范丞丞！范丞丞在上面呢，还不在上面，不在上面。我腿在，那个错位图，屁股是我，这是张错位图，这真是我，这是我的屁股，这绝对不是范丞丞的屁股，我的，这像沙哥的，这是不是你的屁股？这是我的屁股，沙哥的，这是我的屁股，这是我的，现在大家抢屁股。我牙真白啊！这一轮没有成员胜出。我现在是不是只有五官在外面？没有了，啥没有？没有，你只有眼睛在外面，牙跟眼睛在外面。魏大勋眼睛已经合上了。魏大勋眼睛都合上了。我歇会儿。现在其实分不太出来魏大勋和晨晨，你们俩很像。不是，我给你照照镜，弄成中分，给大勋弄成中分。我不分。很好看。好看。哇。兵马俑，我没想到跑男最先用了两个 AI。都来吧，晨晨。No， 你别藏着掖着了。啊！不要！无力反抗了，周深。他们
真的好笑。OK， 现在咱们仨能合照。OK， 咱们仨要露牙啊，露牙照。这鸡改名叫动物世界得了。漂亮，这样还是。那个海报那个是吗？不是鳄鱼。你是鳄鱼。好像好适合。你靠我猜什么动物？好像一群妖怪。你们留在这儿吧，真的。接下来是最后一局，请两队先抽取幸运星。能换一个吗？为什么我每次都抽他，他每次都抽中我？等一下，不对，不是他抽。你想干嘛？我看不清我，看不清是哪一队了。请大家加油了，最后一局。妖魔鬼怪就位。把他们全部拉下马。对，我们要的战术就是谁也别好过。我要上台，上台。我的秘诀就是扒拉这成哥，这把谁也别想上台。最后一轮，请出歌。演漫威的都没问题。你是希瑞的那匹战马吗？来来来，多来两个，炸死他们！也是。你是哪个奥特曼吗？欢迎爸爸的牛吗？小孩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为大家公布一下最后一轮拍照。范长哥，范长哥，原来是你！范长哥，你差点让我吃了。魏大勋吗？复刻一下。周深，你还拿脚拐着？周深，你想姿势拿得还不错。好像是真的没人注意到他，他太小了。跟我现在这样，我能注意到他。这离他的每一张都很有幸福感。所以这一轮成功的成员是施魔宇、周深、晨哥、程程和孙珍妮，恭喜各位！最终恭喜蓝队胜出。蓝队已经累计了十颗人参，粉队五颗人参。你们吃的都流鼻血。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
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有，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不要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说啊，哎，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哎，好，来来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请准备。六碗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几碗？你再玩两把，你试一个，你试一个，你再玩两把。秦老师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没听清，我要听清，我绝对不能再下来。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请入座。他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七碗牛肉面。什么？什么？什么？不服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你等会儿。等一下。你把手放心上走啊。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给我等着你们的。让秦老师飞一会儿。你们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啊！请入座。不是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啊。请准备。三碗牛肉面，五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哎。
谁？你们伙儿，你们伙儿第一个。四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等会儿，谁呀？他呀。他，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那谁是你？后两个是谁？我们俩。过一回。来。《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我待会儿，确实，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绿队内卷，内卷。注意力呀、你来这儿干嘛？不是注意力，注意点他。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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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从晨哥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一个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不是。啊，对不起。横店是个镇呐。你知道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哇，180旋转。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一二三，好的，非常完美的起跳，加持，再看回放，有，难度是5.2的动作，整体180。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就是这样。不用了。没必要。没事儿，没有必要。我跟你说，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哎呦，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林林，挺多的。你算算哈。
来，从这边开始。兰州，兰州上海，兰州上海石家庄，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卡卡了卡了。我不想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不刚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那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是金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一横店，我更来气，真的。进入花房，该对其余成员在答题区回答问题。答题结束后，女队长走出花房开始作答。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可以。若答案与队员相同得一分。有了有了有了，对了对了对了。答错接受惩罚，回答错误下课，游戏结束。就是说每个人要下去的。对，答错一次就全员接受一次减压版惩罚。全员下，因为我们今天是要选我们第十季的专属幸福之花，所以这一环节允许大家穿上袜子，这样的话会减低一点点疼痛。等一下是一组一组依次答题，其他不答题的组坐在旁边的吧台区来品尝一下鲜花饼。哎，这刚刚做的那个鲜花饼，鲜花饼做好了，尝尝尝尝。哎呀，我给大家准备鲜花饼之外，每一张桌子上还有果香浓郁、一口清甜、营养美味、超好喝的安慕希清甜菠萝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年安慕希的新品。安慕希和鲜花饼更配哦。哎 ，baby， 你不要挡住我喝安慕希这个镜头，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镜头。怎么有了安慕希，你们整个流连忘返都不想玩游戏了是吧？对啊，因为安慕希太好喝了，赶紧喝一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上一环节的排序，排名最末位的黑队先来。对对对，黑队啥时候没先来过？很公平，很公平。打量打量。很公平，很公平。好，我们先来给祖儿播放音乐。黑队听第一题。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开始作答。花店里面有花，花瓶，服务员，取款机，不，那个刷卡机，剪子，包装纸，电脑，那个丝带，顾客，还有是那个营养液，来那个卡，那叫什么明信片？手机，人，啊，这有了，说过了。那个喷壶，还有啥？过，还没过啊？你没事，咱一块儿的，咱是个 team。叶子，钱，笔，二维码，扫码的二维码。花盆，啊，那个泥，那叫什么泥？这绿色的那个花泥。水，说了吗？水。哦，快，再来几个单，看不惯落叶。放帘窗户门。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你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OK， 好，请祖儿听题。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花店里面有什么？花。耶。再想想。花店。花店里面有。店员，花瓶。你等会儿，他是不是已经赢了？我们出三个。不是，答得越顿分越高，最多可以答错两次。够了，有一个就够了。现在已经三分，请继续。水。四分。再想想。花店里面有灯。
叫受惩罚吗？是啊。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拆了拆了拆了，不要了不要了。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什么花，快做做鲜花饼吧，快点。太疼了太疼了。脚趾，这个太痛了。本来只是脚底，现在连脚背都痛了。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我告诉你。别打了，别再打了。你别打了，我们四分够了。队长，队长，不可以，不可以。是我，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我们就剩了四个，请继续。顾客，有啊，哎呀，我的耳膜都要破了，彭和弟。啊，剪刀，泥土，有花泥，有。那OK， 钱，花店吗？正确。还有贼贼。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有贼的话，我觉得还有警察。警察，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你知道吗？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都定格了，上脑了，上脑了，好痛。接下来请红队出战。好紧张，没事，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啊。哦，真的很痛啊，站在上面都痛。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衣服、袜子、牙刷、鞋子。牙刷牙。Toothbrush 牙膏，他说牙膏。口红。身份证。腰带。眉笔。眼线笔。帽子。睫毛膏。钥匙。钱包。洗面奶。那个面霜。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粉底。是电池。耳机。耳机。你看笑柄。手机。指压板。五。护照。四。漱口水。三。二。遮阳伞。防晒霜。三个。时间到。完了，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你们比我们简单。简单。
请 baby 听题，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那可太多了。这个很简单呢。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衣服、鞋、洗面奶、牙刷、牙膏，还有什么？我想想，想一想还有什么？你再想想化妆的。再想想化妆的，卸妆膏，卸妆膏，没有，没有，这带了化妆品，咋不带卸妆的呀？啊，忘带了。等一下。请继续。安慕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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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慕斯。腮红，腮红没有。天哪，腮红！脸上那么多笑话呢。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你看又躺平了，又躺平了。最后一下好痛啊。接下来请绿队出战。加油。试一试就知道了。加油，减轻一点重量。好，绿队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计时开始。可乐、鸡蛋、酸奶、安慕希、雪碧、青菜、水果。水果说水果呀。苹果、生梨。生梨这也太难达到了吧。橘子、西瓜、樱桃、哈密瓜。随便说。肉、大白菜、冬瓜、牛肉、黄瓜。酒啤酒、红酒。威士忌气泡酒。冰激凌冰棍、雪糕、巧克力、面包。有格子、那个隔板。冷空气速冻水饺。鸡蛋输了啊！面条，老干妈，四，酸菜，咸菜，三，二，一，我跟你讲，我全程看着你们，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黄鹤棣，你在干嘛？热个身。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冰箱里面有什么？鸡蛋。正确。汽水啊，可乐没有汽水，可乐是汽水啊，大类嘛，汽水大类，可乐有了呢，那个。正确。这个变成你比划我猜的结果了啊，这有点过了啊。威士忌。正确。还说啥了？我都忘了。啥呀 ？OK， 苹果。正确。
OK， 西瓜。正确。葡萄。葡萄没有。葡萄吗？三个男孩子平时不爱吃葡萄。回去啊！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我觉得真的，第一时间要离开，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来，请白鹿继续作答，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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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菜吗？我的天哪！感觉上一次压指压板还是在上一次。大家的表现非常好，第二轮我们把难度降低，每一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就是只疼一下对吧？好，那依然从我们的黑队开始。好，请问除了鲜花，男生在过节时可以送女生